7月1号了啊，尊敬的战友们好。7月1号啊，这对中国人和香港人啊又附上了一个新的意义，就是因为有中国共产党啊。25年来啊，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7月1号在香港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成为人类研究中国人、研究这个历史的最重要的贡献。昨天啊，到现在，也就过去的24小时啊，西太阳从深圳到香港九龙站第3层，这是七哥从2017年爆料就说的啊。那第3层是干啥的？就是抓香港人回大陆，你下了第3层，被视为已经来大陆了。然后呢，军事化的行动，就像当时啊，在香港的68啊。整个的所有的这些活动啊，警察来自大陆的黑警全都是在香港九龙，佛最早说的吧，啊，现在是西太阳从地下九龙地下室转出来了，还是太阳之窝啊，啊，所以说香港的同胞们，香港的所有的朋友们，就是没有搞明白共产党什么时候开始就给你设下了啊，你没办法回避的一个又一个脚镣，一个又一个的手铐。再看看香港啊，所谓的政府，还有香港的富豪，还有香港的演员，你竟有一个敢自由的出行，敢有一个人敢随便发声吗？香港有自由媒体，香港的价值就是自由发声，你见有人发声吗？你见人有社交媒体吗？香港的社交是去纽伦康、纽约、伦敦、香港，还有康吗？只有纽约、伦敦了，啊，纽伦康的康呢？没有了。不但如此，兄弟姐妹们能看到香港的经济是什么样吗？看看香港的那一直在平稳的、不跌不涨的股票，都是谁的？80%。都是共产党的国有，或者是国有背后控股的企业，或者是和共产党已经渗透到无法啊翻身、无法回身的啊所谓沼泽地的相关企业。啊，香港的经济是擀面杖子，我相信啥子都知道。再看香港的民生，啊，你见香港啥时候像这样这几天一样？如此之的封路，整个城像蹲在监狱一样，啊，无处不在的便衣警察。香港一共30万个警察啊，加在一起行政管理人员还不到30万人呢，啊，你看看这几天的警察也超过多少？10万大兵从大陆派过去，便衣加警察加军人，啊，到处是狙击手。你怕啥来呢？咱有4个自信，咱怕啥呢？就这，咱们中国国内的粉红们啊，很多人咬着手指在这块开心呢，就该对香港这样啊！你看到一个征服的香港，多少人开心呢？就像在这个山东啊，这个打人一样，是吧？就像大连打人一样，为什么那么打人呢？唐山呢？唐山打孩子那个，还有所在女一样，很多人呢变态，心里爽，就看着弱者被欺负，或者得不到的东西被毁掉，那种快乐感啊，这叫精神病学当中的，这是真真正正的精神病。而且那么多人，你看国内有多少人开心？香港就得对他这样，怎么样？怎么样？还是我党厉害吧？厉害，厉害，厉害！啊。然后梦想了有一天到纽约也这样，到伦敦也这样啊，习主席去睡上这个10分钟，然后再回深圳睡觉，然后回来继续去伦敦、纽约开会。啊，你别以为这不可能啊，啊，是可以想象的啊，可以想象的。啊，这就是今天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就差了幻想啊，习主席到太阳上睡一晚上。啊，或者睡上10分钟再回深圳睡觉了，啊，这就是中国这现在到处啊水灾、雾霾、癌症，
社会上唐山打人事件无处不在，黑社会各种荒唐的事件，老百姓快饿的都这么多人饿死没粮食吃，非洲、俄罗斯啊、巴基斯坦，人家那人家一个男的娶好几个老婆的地方，给人家钱一给就几十亿、几百亿美元的给，给人家粮食，给人家衣裳。那阿富汗人啊，是人家这一冬天啊，都是中共给的粮食。中国山里边的山民有多少人饿死，你们知道？啊，就是个共产党对中国人的奴隶、畜奴般的统治，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笑话。啊，真的是谁要爱这个共产党，谁爱这个国，真该让他好好回来移民到中国去，到广西呀、山西呀，是不是啊？福建山区呀、河南山区，让他去过那日子去。再看看现在整个中国人以为习啊太阳到了香港，以为所有人都到了香港，习太阳到那块清理了香港，以为他们每个人都清理了香港。他不知道他家里边欠的房租、信用卡、车贷啊、癌症病啊、捂着肚子打不起针甚至打着假针，然后被隔离、被清零的政策啊，对他带来什么痛苦，他家隔壁跳楼的事儿都忘了啊。当一个民族集体的意淫啊，当一个民族集体的造假，当一个民体集体的欺弱怕强的时候，这个民族就出大事了啊。造假造到这种程度，荒唐的这种程度，全世界现在一提这笑话。我昨天晚上啊花了将近四个小时啊来看、来了解和别人沟通，我都不好意思，我甚至想说呀，实际他们做的不错，但是我真张不出口，毕竟我们是中国人嘛。但是真没办法啊，所有人都觉得这是笑话、荒唐，说原来中国人就这么玩啊。再看刚刚开的 G7 啊会议，再看看普京的下场，再看看世界上这昨天到今天这个经济，是吧？再看看现在咱们的洗币啊，你看看洗币走着看啊，再看看洗币，再看看世界的大宗货品市场，再看看全世界各国政府对中国的中概股、中国企业和中国金融，以及中国经济的封杀，以及对抖音、入目、阿里、微信和中国留学生孔子学院全面的封杀，以及正在马上进行的在西方国家要清理所有的教育界、知识界、研发界所有的中国人和中国人有关系的人啊。过去是黑夜来到了黑，整个的黑暗来到了西方，这次啊你会看到黑暗同样会把中国人裹挟进去啊，还不知道死活呢。就像那清零政策一样，以为永远会发生在郑州啊，这个水灾会发生在郑州淹死人，不会发生在上海。到了上海你又怎么着？你又能怎么着？从上海到长春到广东，你又能怎么着？锁链你以为只会在徐州是吗？锁链你时时刻刻在每个人身边，而且可能你就是下一个。不灭共什么都是扯淡的啊！我现在就是这两天听到咱们的好消息，我相信战友都懂的。咱们爆料公司好消息多到啥程度？好消息不重要，我们就多到啊不好意思了都。但是一切都要灭共，不灭共一切都是扯淡的。但是看到中国人一个14亿的所谓的伟大的神圣的太阳一样啊那能量的所谓中国党到香港演出这样一幕，真让咱丢脸啊！扇自己脸，啪啪一扇呢。咱们有何脸面见人类呢？啊！不过我还是继续去赚钱啊。星期天直播，距星期天还有48小时吧，50个小时抽烟啊。然后以后就一年仅能仅限度的抽几次了。啊，傻子不发了，开会去了，给你们整钱去。